日本的 Costco 看看。在日本也有卖 AirPods， 价钱是16980。这个拿来拍影片好像不错哎。之前在网络上好像也有看到别人介绍。这超可爱的，切，不知道这是切什么的。然后这个是切鱼的砧板，这是煮东西的，切蔬菜的砧板，不知道台湾有没有。现在4148。然后还有什么？在家里晾衣服哦，这个现在也很便宜，上次我有帮我朋友买，那时候买好像6000-7000吧，这里只要5880，很便宜，对吧？还有卖这个这是什么？温水洗净变弱，感觉很酷，对不对？日本厕所都用这个，日本小朋友的背包都超可爱的。看一下24980，美国的店的看板 Gross， 这还要1000多块，4998。太贵了，我的书灯看一下，最近在读书，怎么那么贵啊？5998元。然后书具、文具那些都有。这感觉很不错，女生放东西。化妆品啊，什么东西都可以用这个放。1478元。你看，还有什么？
个超像真的那个地板，但是它是立可拼哦。这个超好用的，我在台湾就有买过它，然后在日本真的是便宜很多。它现在六大袋是2598，然后我看一下，每一袋的话是52个，嗯，这个感觉如果朋友来家里做菜的，就是来吃饭的时候，就给他们一个盘子，然后这里还可以装饮料，就很像那个飞机上面的那个盘子一样，感觉很方便。朋友多的话，就是24个11068，等于台币300多块，很划算。哦，这地垫也超可爱的。可是圣诞节还没到啊，但是它这样子超可爱的。圣诞节图案的那个地垫。一条是7698元，这不知道台湾有没有，但是很可爱，然后又很好摸，超好摸的。最近要找凉被，房间太热了。这个也超可爱，这个有一个枕头，还有一个被被，那只长得超可爱的，有没有？这里有像这种一箱一箱的麒麟、达波罗，还有阿萨里。日本人都很喜欢喝酒，每次都一箱一箱的买。我看一下，全部都是酒。我看到有一个。之前有买给我朋友，这个拿来送人超有质感的，然后也不会到很贵，然后它是柠檬的，柠檬味道的样子，对，送人的话也很漂亮。哇，你看看，日本人聚会就喝这个。超多的哦，这大吟酿好像也很有名。嗯，走到这里就闻到那个面包的味道。那个卖生鲜的其实都跟台湾差不多。对，然后上次我在这里啊买了那个芒果。其实也蛮甜的，看看里面长成怎样。哦，这里还有卖这种削好的凤梨，就在那个日本那种祭典很常看到，就是你跟他玩游戏，他赢的话，他就会送你这样子插一个起来吃的，然后这样子。
38块而已。怎么挑啊？那就随缘就可以。我之前买的芒果就是像这种那么大颗，但自己一个人都吃不完，要分出去给别人吃，就带凤梨走吧。日本的和牛，这个超便宜，如果自己拿回去煮火锅的话，这一盘只要1000多块台币，然后日币的话是3445。还有这个啊，牛舌啊，对吧？牛舌超好吃的，而且这个超厚，在日本那个烧肉店我都超喜欢吃牛舌的。很便宜，699。有点像 GoPro 的东西，小朋友都可以用，可以加在帽子上面啊，然后还防水，就是滑板、脚踏车、帽子上面都可以。而且它重点是价格很便宜，3298，大概1000台币就可以有，就蛮划算的。他们家的那个泡澡粉也超不错，之前有买过，然后在这里也蛮便宜的，94包，然后里面有11种种类，只要1998，觉得还不错。像这种的话就比较便宜一点，这个的话在那个药妆店啊都会有卖，然后它是9种口味，然后72锭。只要848块，蛮划算的。我看到一个东西超可爱的，这盘子哎，做的像蜂蜜这样子。如果朋友来家里的话，用这个一定是超级可爱。等我真的定居在日本，我就买这一组回家，然后这样煮来吃，超可爱的。我看一下。这一个是2668，大概不用台币1000块，我觉得蛮划算的。哦，有点重哦。这是小朋友应该都会喜欢睡袋，然后它上面还有那个熊熊的图案这样子，然后还有什么狗狗的图案，就是说睡袋长这样子。小女孩一定超级喜欢啊！看一下多少，3498，超级可爱。这提拉米苏我已经笑想很久了，每次来每次看，今天决定要把它带回家。虽然家里只有我自己要吃，吃不完的话再把它冰冷冻库，就变成冰淇淋，带它走。日本 Costco 也有口罩了，然后它是50片，看一下哪里制的啊，中国制的，然后还特价，原本是1698，然后扣掉400块的话是1698，扣掉400块是1298，对。
也蛮多人买，但是里面剩的蛮多的。然后这个的话是一盒，它也是福资的，然后一盒是30片，我记得也是中国制的样子，这边。对，然后它一盒的话是598，原本是898，然后特扣掉300块的话是598，也蛮划算。便利店的话现在都是，7片的话就是398日币。今天买的是提拉米苏、烤鸡，还有凤梨，还有两盒口罩。我吃不完可以变成冰淇淋，可以吃很久。走吧，去结账。今天的话是礼拜五，之前的话都会排队排到这边排很远，但今天比较少人，就可以直接来结账。台湾的 Costco 的卡，日本到底能不能用呢？来看看。台湾的 Costco 卡，日本也是可以用。再买，很浓，再见。